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邓建超。想念弯弯，我要。其实我感知得到，很多人都想看我跟袁演戏打。好了，就像你们如愿了，如愿以偿。Do you understand？ 哦，不是 ，Do you happy？ 哎呦喂！三分天抓点，七分靠打拼。我觉得是运气好吧。至死不渝，白头到老，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。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期盼，怎么？我结婚的时候，我还盼着啊，早点离婚。哇，天哪！明天最好就赶紧离婚。你要干嘛？我有很多种面，我就像一个魔方一样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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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你发现我每一个颜色都不同，就有这种，哎呀，你们到后面就会知道了。哇，邓超这首歌跟前面是不一样哎，怎么回事？他到底是谁？哈，魔术师。是前十，但是遗憾没有进的。那我这个必须要说，这一定要老老实说，我不跟你开玩笑。我这里有一个歌手特别好，邓建超。我觉得邓建超应该能进前十，但是他没进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惜。真的，就像你马上要喝可乐了，但是那个可乐被你妹妹抢走了一样的心情。但是你又不能打他，不能骂他，你就说哦，我爱你 ，baby， 呀，你是我的妹妹，一样的心情。嗯。